天价米粉，价格贵到不可思议，还必须提前预约才吃得到。但当地人说，别以为天价米粉有多名贵，少了这一款米粉就不行。现代人吃米食不只讲求美味，更讲究健康。在台湾的桃园，有一群农民专门培育优质冠军米，更特别的是，他们请来一群不一样的帮手哦。原来你们就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。台湾的冠军米到底暗藏什么玄机？要找寻答案，还得从这里开始。碾米厂可以说是米的集散地，所有稻农收割完毕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米送到碾米厂代工碾米。过去农业社会，每个村落几乎都会有小型的碾米厂，而现在碾米厂规模则更大更专业。大君，是你们这里真的是米的世界，你看这边全部都是一袋一袋大袋那种巨型米袋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附近所收割下来的稻谷都是由我们这边在经收的。当稻谷从田里面收割之后，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烘干。那这眼前看到的就是烘干机。哎，第一步不是要把那个谷壳打掉？没有没有，稻米要保存的时间长达半年，所以一定要烘干后才能长时间的保存。为什么要保存这么久的时间？在台湾一年只有两货。嗯，那在收割与收割的中间这段时间是要吃这半年所收下来的稻谷啊。哦，所以稻谷从稻田上面收割下来之后，第一步是要先烘干，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可以保存的状态。是的。那保存好，然后就一批一批拿出来做成米，是不是？在现在消费者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，我们现在保存也不是单纯的摆放而已，我们还要用低温的方式将它冷藏的，用冷藏的方式让它能够保持它的新鲜度，这样才能生产出品质优良的白米来。从稻谷保存开始，就可以决定一颗米是好是坏，是不是？当然啦，一颗好的米，它在每一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。哦，哦，这是稻谷。对，阿欣，你看一下。咦，冰冰的耶。对，我们现在的米都稻谷都是用冷藏的方式在保存的。这一颗一颗的，就跟我们收割下来打下来的稻谷是一样的东西吗？这是干燥过后的。干燥过后。对，然后再经过低温的冷藏，来保持它的新鲜度。所以这个真的是四层楼高巨型冰箱哦。因为碾米厂中有现代化的烘干与冷藏储存设备，等到市场需要，有人下订单了，这些新鲜冷藏的米才会取出来碾米。而不管是碾制的过程或是储存的过程，大多已经使用电脑化的设备来处理，不仅节省人力，也由于电脑精确的控制，使得稻米最好的品质能保留下来。所以说，即使农民种出再优质的稻米，如果没有保存好也是白搭。说碾米厂是优质米的集散地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当然咯，找寻冠军米的线索就靠它了。对对对。那碾米的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当然就是脱壳啦。脱完壳的米是变成什么？脱完壳以后就是稻米了。这就是刚脱完壳的。哦，就是我们吃饭那个糙米哦。对，糙米的皮就是米糠了。就是米糠。对，我们的白米就是将米糠去除以后就是白米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糙米饭，对不对？如果把稻子比喻成水果，种在稻田里的米是连壳包在一起的，就像果肉外面还覆盖果皮一样，将果皮去除之后就变成了糙米，但糙米的周围还覆盖着一层种皮，将种皮去除之后就变成了胚芽米，接着再将胚芽也去除的话，才是我们常吃的白米。但其实糙米的种皮与胚芽，也就是米糠，当中富含有多种营养，尤其是丰富的维他命 B 群，许多重视养生的现代人便经常以糙米作为主食。哇，白米耶，它为什么是暖暖的？因为我们是用摩擦的方式将米糠去除，所以它会产生微微的温度。就是糙米把外面那层有颜色的米糠去掉之后，就会是这样一
磨它，让它呈现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。对耶，它整个变得比较亮哦。对，这样消费者就会想买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还有筛选的步骤，嗯，我们把最饱满、最漂亮的你留下来，它真的像是最顶级。这个事是讲求科学证据的时代，所有碾米厂收购的稻子都必须经过精密机器严格的筛选，包括米的各种营养成分、化学残留物等等。经过检测之后，所有数据全都摊在阳光下。所谓顶级冠军米的封号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冠上去的哦。大军说，过去稻农交稻子到碾米厂，常常不论品质、论斤计价。但现在碾米厂收购的稻子便会因品质的好坏来定价，差距相当大。当然，这也直接鼓励稻农去种出品质更好的稻米，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就是我们消费者咯。我没有想到啊，原来一粒这样晶莹剔透、白白亮亮的白米是这么得来不易耶。是的，不过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生产顶级米的流程，那顶级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品种。品种。对。所以我刚刚看到的那些只是制作过程的顶级，你还没有让我看顶级的品种哦。对对对对，等一下我有个朋友要来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可以吗？是的。就是这位吗？对，那其实他是我们这大溪地区乡民产销班的灵魂人物。灵魂人物。王大哥，王大哥你好，你好，你专门出产顶级优质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不知道这次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请你带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顶级米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。现在可能要明天，这天气已经晚了，可能要明天了。明天哦。对啊。明天什么时候？明天早上5点。早上五点。对啊。五点。对对对。亲眼目睹王大哥如何种出顶级冠军米，还必须得做好思想准备。而在江西的抚州，品尝完了天价米粉之后，爱心也马上接获另一项超级米食任务。因为当地人告诉我，天价米粉之所以名贵，真正的关键其实在于有一款当地最具特色的米食——抚州米粉。什么？这得好好调查调查，出发。